还有浸的油一些油。天哪！哎，你干啥？四喜闻到香味了。这是我的。来看看咱们的干果奶皮子，这是昨天我们逛街的时候在一个店里面买的，据说这是奶皮子里面包着各种各样的果干，会很好吃。哇，看上去就像冰淇淋一样。我发现这个内蒙古奶皮子真不是一般的好吃，要吃那种鲜奶皮子，简直棒呆了。他们都冻在冰箱里的，解冻了以后拿出来挖一块，哇，那个滋味比吃一口奶油爽多了。你吃啊。来给你吧。哇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啊。我也要吃一块，这块比较大。哦，哇，真的超级超级好吃，好香啊！那吃起来有点点像是提拉米苏，但是这比我吃过最最最好吃的提拉米苉还要好吃。我们昨天买的是35块钱一盒，8两。嗯，据说这边还有这个更好吃的东西，叫做奶皮子月饼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（括号大家百度一下），蒙古族是不过中秋节的。嗯，但是呢。嗯，他们这边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平时都可以吃的这种奶皮子月饼，我们等一会儿去找一下。这个月饼也是好多小伙伴点名要让我去试吃了，大家都很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，我也有点好奇。这家奶食店非常难找啊，我们在这儿都已经走第二圈了。即将在三岔路口走中间岔路。你看三岔路口走中间岔路，那个中间岔路感觉明显是非机动车的。左边，哪左边？这边。我这边。啊，这边。嗯，中间岔路。嗯，这是最左边那条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我走错一次，你再走错一次。那我们还可以来第三次。就是正确的道路。对对对。天哪，我看到一只比四喜还懂事的狗。哇，梦中之狗！我要拍回去给四喜看，这是教程。Hello， 不理我。这怎么越走越偏僻的感觉？还在不在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闻到香味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他们家香吗？这么香啊！这才在外面，是他们家吗？就是的，你看月饼。好香啊！天。哇，排了好多人呢。这么难找，还这么多人。不是开了，昨天。嗯。哇塞！太香了。喊你呢。哎。不是黑的，赶紧问一把。好长时间，我知道你想哪有个十的。我先付我的。两个，太狠了。跑过来，主要是太远了，那天来就没买上。坐。啊？他会卖到货吗？早上多，就是早上多，他下午因为卖完了，所以不卖了，所以就下午。那这个点是肯定能买上。这个现在能买，早上十点开门那会儿多买一点，到底是一样四个吗？是，那我是一样四个，压碎了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这太远了，我那天来就没买上。开车呗，你买。哎呀，碎的卖，穿一个服饰，碎的卖。现在芝士拿这个，我这一样两个，这都是芝士的。哦，那今天我都给你装一块了啊，你好的好的。你要让我这现在这排队，我啥也弄不着了就。我这已经进店喝酒了一个点了。我们运气这么好吗？这个只能现在吃啊。对，你给我吧，来，我姑娘吃呀。我一会儿一起给你，还买我别的。哇，碎的都被抢了。过来，少来点啊。好厉害。你买了。我买了。是的，他每天早晨吃中午饭吗？走他啊！哇，还这么好吃啊！好爽啊！我们买十个吧。好，一样四个，然后那个奶豆腐来两个。一样五个吧，他们就说这俩最好吃。我们买到再说。嗯，应该可以吧。慢点啊。好嘞，谢谢。那边的小朋友已经吃完一个了。没有了吗？要不然我们分你一个吧。哦。
啊，真是。要不然再分你一个吧。好吧，拜拜。哇塞，我们太幸运了吧！噔噔噔噔。那光芒照耀着我。居然。太烫了。哦，好香啊！你看一看，香不香？特别香。啊，你看外面的天像不像动画片里的天？我觉得可能这个饼比较像动画片里的饼吧。哎呀，有一个被压到了，折成了一个直角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惜了。是什么的？芝士。看它长得就很诱人啊！来，捏开看一下。香到不行了。它都已经，哇，哇塞，天哪，纳斯效果，还是热的吗？效果拔群。天哪，好吃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味儿。给我吃一口。啊啊，好香，这芝士不是很甜，它放的是盐，有点甜，有点咸，还放了芝麻，巨香。内蒙古人好会做奶制品啊，我都不敢相信我能这么快速的吃掉半个月饼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吃过甜月饼。我们再来试一个奶皮子吧，咦，奶皮子比较清爽，就是里面就是奶皮子。香，好香啊！奶皮子那个香，然后略微有一点点酸，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喜欢吃冻的奶皮子。我觉得奶皮子比芝士更香一些呢。是吗？但是没有芝士那个口感好。没有那种。拔丝的那种糯糯的黏黏的那种肉感，那个是我觉得呀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太执着于吃羊肉了，而错过了这边美好的奶食。从今天开始我要多在这边吃点奶食了，好好吃。再来一个吧。上面还有浸的油，一些油。天哪，我觉得这个芝士月饼太容易被吃掉了，两下一个就没了。我很理解刚才那个小姑娘为什么坐在门口默默的一个芝士就没了，幸好她妈妈把坏掉的抢给她了，要不然该多遗憾啊。好了，快吃吧，吃完了咱们出发了。